在灾区的工作哈，这是蛮奇怪的专业哈。这专业你们可以想象，晚上回家的时候睡觉之前，希望明天有灾难，哦，哪有这种专业？那今天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十几年来的工作，一些感想哦，请大家分享一下哈。那这个渐渐流失的力量哈，我就觉得这叙述不太对哈。那力量始终在，是一些我们这些专业者，或者是诸位，或者是掌握这些知识或者是话语权的人，让这些力量慢慢的消失掉，啊，力量还是在的啊。我们在灾区的工作，哈，从921到汶川，甚至于大陆，还有到西藏，啊，特别提一下西藏的工作。虽然我们在那边只做了，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小村子，但是因为它的条件很特殊，很能够反映我们的看法，所以我还是提一下哈。我们要解决的事情，并不是灾难所带来的事情。就刚才我提到的，如果说我们是灾难建筑师，我们是绝对否认的，甚至于说我们是属于人道主义的建筑师，这个也很难否认，但是还是要讲清楚。哦，真正的支持我们做这些工作，还是我们的专业。还是面对这个所谓的70%人类的这个建房的这个领域里头，啊，因为灾难所引起的要解决的问题，并不是灾难当时，而是过去的积累，所以重建是很困难的，在任何灾区重建，大家很多人想象都认为说，哎，只是解决他们住的那，不是，甚至解决他们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我们是。建筑的专业者，我们碰触的是这个那么大的领域，过去这个专业的人从来没有看到、没有碰触到的这个领域的工作哈、哦。这个领域有多大？我们随便举一个中国大陆的农村来看哈、哦，大家是非常吃惊哈、哦，或者非常震撼，就是中国大陆城市建设的那种数量跟速度，但是在农村里头。没有人静悄悄地盖了4倍的房子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，更何况所有的专业者是不可能到这边来工作的。这农村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讲那个环境的灾难，或者说二氧化碳排放，农民盖房是提供了巨大的贡献，哈，对地球软化。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我们这专业者没有办法 touch 到的哈。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，盖的都是这种房子。看起来很漂亮，而且农民花了一辈子的积累，就盖这种不堪使用的建筑，哈，而且完全不环保，而且不合理，哈，而且盖到负债累累为止。那这种房子呢，看起来好像是现代的材料，砖啊、混凝土，过去传统没有的。但是这种房子呢，完全不抗震，简单讲就是完全不抗震，其他的不用讲哦，它完全没有抗震的能力哈。我们在汶川的灾区可以看到，这很典型的传统的房子呢，连屋瓦都没有掉几片，但是现代的房子全部垮掉。好，到底我们所谓的现代化想象是什么？这个完全是人的错误，可以避免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谈的，我们要做的专业者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农民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呢？可能500年后，可能1000年后可以，因为生活习惯改了。用的材料也改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改变的过程当中，他用事物的方式去摸索一个正确的做法，那可能是好几辈子以后的事情哈，所以那是不可能的。包括海地也是一样，包括第三世界开发中的国家，大部分的地区就是这样。所有的人类在追求一个现代化，但是那个现代化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跟我们专业领域无关哦，专业的力量完全没办法进到这里。哦，这个未来的挑战，那这不是我们今天报告的重点，但是这个始终都是贯穿我们所有的思维、我们的作为当中所必须要面对的。面对这 sustainable 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想法、观念、做法全部都要调整。很简单讲，那绝对是一个文明的重构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啊，那我们这个专业者怎么面对这个课题呢？啊，我这边提出来一个做法，就是你一定要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神秘的力量，你才有办法做到的啊，不是一己之力或个人这个有办法做的哈，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强人的英雄的观念能够解决的哈。那我们提出来就是所谓的开放的体系跟简化的构法。那什么叫做开放的体系？譬如说，我们做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钢架，啊，那在这个条件之下，这个开放的系统呢，所有的东西因地制宜的，或者说不同的材料你都可以用得上，甚至于它里面可以很容易的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专业者要做的事情，并不是把房子盖好。简单讲，你是提供一个平台，一个不可取代的、最少的作为的一个平台，这叫做开放的体系。好，传统的工艺可以结合进来，它有很大的弹性。像比如我们在青川哦北边哈四川北边的那个协助的重建，今年经济状况比较不好，我只注意了。以后慢慢逐年把它完成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业体系，包括我们88水灾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做法，完全不是这个思维，完全不是思维。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房屋工业的体系，我们房屋建房的体系，它没有办法提供这种的功能，好，这是技术问题。另外，一定要谈的就是简化的做法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新的，就跟传统不一样啊，新的构造体系哦，那村民或这个他们的灾民，他怎么把力量弄进来？这个大妈啦、欧巴桑啦、小朋友，他的力量也可以加入啊。所以，第一个我们要技术上必须克服的，就怎么样把它简化啊。包括我们的轻钢体系，轻钢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，我们讲比较高科技的一个盖房子方式。我们设法把它简化，你只要会锁螺丝，它就房子可以盖起来。啊，我们讲这个协力互助、村民互助。你没有这种条件的话，你没有创造这个条件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还有，刚才谈到简化，我们再回想看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工业产品，这个电脑，我想诸位所使用的功能大概不到1%，啊，然后它周期又那么短，所以我们花了大部分的钱是制造垃圾，这个我想大家不会否认，但是。包括房屋工业化的体系，有没有人来设计一套体系？我们灾民适得其分的，他可以操作的工业化体系、房屋工业化体系没有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怎么样把东西简化？简化包括生产也是简化的。这个是在1999年地震以后，我们在那个少数民族的社区，好，大家知道的日月潭少族社区，我们带他建立的这个很简单的工厂。轻钢结构的工厂，你没有投资几千万、上亿，你是不可能玩的，不可能说是花个10几万、20万，他就有办法做这方面生产。那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，如何让它变成简化，社区可以操作的一个生产体系。这是88水灾的，因为我们的处理的量比较大了一点，有一些很简单的冲床。这个工厂呢，一年可以生产2000户的房子的量。那用那么简单的设备，旁边就是爱寮营区，也就是大那个好茶部落的那个安置区，他们可以到这边来参与这边的工作哈。那这个工厂的刚才提到的，它为什么那么有效率？哦，诸位刚才可能没有看到，后面还是有菜园的哈，还有养鸡的，因为太有效率了，没有那么多房子好盖，所以你做一做，你还得去种菜，你可以种菜，可以养鸡哈。这个对我们现在做工厂管理的人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不可思议的啊，这个观念是要改。还什么叫做速度？什么叫做速率？哎，我们这个东西是用手工很简单的手工就可以盖的房子，可以组装的房子，每一个都慢慢的做。但问题是我1000户可以同时做，啊，所以它的速度是奇快无比，没有任何工业化的生产，多厉害的机械都没有办法跟简单的手工具来做。那么大的速度，所以这个是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哈。量化始终是工业化当中最重要的因素，你没有量化的话，工业化是没有意义的。工业化它如果没有办法处理量化了，这个工业化是没有意义的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万科，全世界最大的那个开发公司，在大陆啊、哦，他们研发了一个 PC 的体系 ，PC 就是 precast 的那个工作体系，他们那么大的工作量都无法支持这种的这个系统。好、哦，所谓量化的概念跟简化是扣在一起的。 我们不到500户的房屋的生产，我们就可以做到量化，所以我们的成本可以降到非常非常低哈。那至于降到多低，保留一点哈，这是商业秘密，因为我们还是有同行的哈，我们还注意人家的那个工作权哈。那我几个案例，我很快的说明一下，怎么样反映我们的这些的观念跟想法。少族社区是第一个我们在921以后第一个做的这个社区哈、哦，它主要的是不只是安置问题，它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保存，哈、哦，房子都是这些欧巴桑做的哈、哦，所以你们去那边看的是房子歪歪扭扭，啊、哦，那个大家可以谅解哈、哦，但是他都不会抱怨，为什么自己做的嘛，是吧？都是欧巴桑做的哈、哦，最近正好是祭典时期。他们都会唱他们的那个传统的祭典的歌，那是台湾在这块土地上保持着最完整的声音。哈，那这个音乐呢，都几乎是没有流失的。哈，有20几首，只有祭典的时候能够唱。那这个叫做多声部的音乐。哦，就是你任何的音高，你绝对找得到你的共鸣点，所以它是参与式的。音乐的结果很简单。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，好，他不是听表演的，不是。那这种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盖房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跟逻辑。我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基本的很简单的架构？所有的它有很大的弹性，你都可以在上面表演，好。在西藏盖房子，这是牧民定居房，是必须经过相当的考验哈，要抗震。 好、哦，要克服运输的问题，而且你怎么品管？哦，这是传统的他们牧民的土房子，因为它的冻土层有大概1.8米那么深，季节性的冻土，所以你的房子它土会动的。土房子呢，它会龟裂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会愈合，土是会愈合的啊、哦。混凝土的不行，全部裂掉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。 我们对因为那个冬天是非常冷的哈，大概到零下20几度哈，大家想到的那个断热的技术，大家都没有问题，大家都可以说怎么样 insulation 怎么处理，但是不行啊，因为他们采暖是用这个牛粪炉子，牛粪炉子生得很快，一下这火就过了，好，所以它必须靠土把这个热量保存下来，然后再慢慢的释放，所以新盖的房子很容易感冒，你晚上不可能再来生火嘛。 是吧？所以还是土啊，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说，在传统的那个土还是用土，我们只是给它一个轻钢构，你只要会拧螺丝，你就会做得起来，抗震的问题解决了，然后很保暖。另外就是它可以跟我们传统的木结构结合，传统的工艺又能够保存下来。最重要，居民可以自己做。现在在西藏哈牧区，1工跟台湾的工资差不多，你哪有那么大的经费去盖这个房子？ 这个还是最恰当的、最适合的，就牧民自己做，这是做起来的房子哈，还可以看哈。88水灾，我们大概会做大概1000户左右，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房子，大概30平左右。那周边我们其实都安排了很多它可以延展的哈，因为每个人需求，其实我捐助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，好，那你要多一点可以啊，你可以自己做哈。 它可以旁边加石板屋啊那些自己，哦，这是现代状况，它可以弄，但是政府好像很讨厌我，因为鼓励违章，我是观念的问题，这要说清楚好像还有点难哈、哦。诸位有机会大家去跟政府讲一下，哈、哦，那这个也是用大概只有20%的经费，这个部落哈、哦，他因为他不是灾民，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灾民，没有办法，哦，他们自己租了土地。 然后用很少的钱，完全看到自己的创造，靠自己的想象力、创造力跟劳动力去做的哈。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要找的。全世界束手无策的海地的重建哈，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，哦，所有人住在帐篷里头，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弱者，我们要去帮助他，他是弱者吗？能够住在这种房子里头，他们的社会关系多紧密，绝对不是弱者。看一下他们怎么盖房子，对吧？用甩的哦，哦，这无小可功夫，跟咱无得嘴哦。不可思议哈！人家他多有power，他多有能力，对吧？他怎么会是弱者？另外一个看看，他是用这样灌浆这样甩上去的哈。我们的专业者在设计他们房子，希望说，哎，只要吹口气，房子盖起来的这种观念去做。那是为我们设计，不是为他们设计。我们现在模拟一个案例哈，就是那个蓝白的那个是帐篷区哈，那旁边就是他们的要重建区。那我们其实只是提供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构架哈，那还有网子，他们把那个建打碎以后，加一点水泥填到里面去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你只要提供这材料就可以了，其他的要靠自己啊，他可以。它可以扩，它甚至于可以几户人一起协商以后看怎么处理，好，做起来的房子可能会是这个样子。就是这种很严密的社会关系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他忙，因为他有土地的问题，只有自己协商，社区的力量自己协商才有办法做这个工作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想通，那个海地重建不可能啊！哎，像台北市那么有活力的地方哈，这是台北市的街景哈。但是市长哦，千万别去拆它哈，这是表示台北市民的创造力跟活力的一种景象哈。好，很快哈，这个汶川的地震，我们看一下羌族弟兄们他怎么样自己盖房子哈。所以我们协助这个钢架还有设计哈，那其他全部自己来。每一户没有一户是一样的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，而且用很少的钱做的哦。我们看一下一个影片，在山上杨柳村的村委会，村支书杨长青正组织了村民选拔施工队成员，明天要在谢老师的团队指导下，自己组装轻钢架。要进一下去，已经有5个人了。是这么的，我也保佑你嘛，我也保佑你。我也保佑你。我保佑你。做明天这个搞这个钢架组合，我们找这个培训人，找10个培训人。先报名吧，人多了我们再筛选。对柱子大桥。杨柳树我之前已经待了2个星期了，现在是第3个星期。那么我是和这里的村民一起做基础，然后现在和他们一起组架子。主要我还觉得这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挺融合，就是挺和谐的。羌族人就是天生挺乐观的，他就很喜欢开玩笑，喜欢快快乐乐的干活，他不喜欢绷着脸干活的。因为我们这套工作方式，盖房子方面比较特别，只要我们第一栋我们带他做过以后，他完全可以掌握。像今天立这架子就知道，前2架3架比较生疏啊，接下来就很快了，掌握诀窍以后就很快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就好像今天上午我们看他们组第一个架子还很不顺利吧，可是现在组到第6个，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，有一个团队协作。那个盖楼那个都是没有请外边的人，全部是自己嘴里面的，自己盖的。之前哈，虽然说没有怀疑，一直有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农村也都待过很长时间了，所以对他们盖房子，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怀疑。 只是到实际状况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吃惊的就是说，地震以后很多年轻人全部都在外面打工，全部都回到四川来，回到村子里来参与重建。那他们的那种工作能力啊、技术能力，相对之下都超出想象。那你家住哪？住在北京。住在北京。我也去过北京。是吗？对。北京打工嘛。 也是在工地上干活。准备了，准备了！对不起啊！ 像今天看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，不管是他们上架子啊，哦，做任何动作都很专业啊。虽然是一开始有点生疏啦，但是几次以后就非常熟练了。因为整个中国的城市建设就是他们干出来的、啊，都是农民工干出来的、啊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说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盖自己的房子。 这就是我们要找回的力量。谢谢。